跟他说，哎，万一你拆拆开完好无缺完整的哦，没有拆封过，拆封了，哇，好像智障啊。我们都没讲话，都你讲的。浅江又说一声嘛。检查一下手机。嗯。开封喽。开封。哇。听起来好像开封。看一下手机。嗯。他等下。他甩一甩，他就不见喽。我没有了。检查，看有没有破损。为什么是我在检查？你就代劳了，就顺便呗，太委屈你了，谢谢你。哎，你的膜上面有贴，你的有贴了吗？膜，嗯，就是镜片的那个膜。有贴吗？贴的。你要贴吗？没有，它你那个里面会松，就是我刚才给你的那个里面会松一个。哦，可以啊，我刚好想换啊。哦，好。它是玻璃还是膜？不知道，应该看一下。我是在录影。来，跟你团队一下，耳机插座，转接口，传输线，充电线，这个很重要哦。这个因为一般耳机换成这个，对，没有蓝牙耳机，拜托。很多客人说，蓝牙耳机，要开机吗？当然要啊。你希望我说什么？退卡针贴纸 ，Apple 贴纸，回家可以贴脸上，驱螨。嗯。退卡针。嗯。对，这个很重要。退卡针。对，退卡针。哦。怎样？以前是用一个很像信封的，可能节省成本 ，iPhone 7可能比较贵，所以用这样子。没有开玩笑的，以上出纸。塞不进去。开机喽，正常。啊，好多电呢！第一次用那么多电的手机耶。真的，正常来讲都是快满呢。正常来讲都一半半，就是更少一点。看，要全满呢。看，漂洋过海。又是漂洋过海。大家说掉自己手机，从澎湖掉过来。哎、欸，要帮你插卡吗？啊，好、哦，不是啊，关机喽，开机正常。好，关机喽。啊。东升又打，请拨打一下电话。